记住，三枪里花，你只有三枪的机会。一枪就够了。炮手准备，三、二。原来他就是三王子。欠你个人情，如果他在法案上签字，下一秒你就会死。人吗？对啊，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不杀小孩。他们选我来当国王，让我在典礼签法案，就是为了卖毒品。我知道有很多人被毒品害得连家都没了，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毒品会让每个人都生活在痛苦中。我死，对大家都好。效果差点，就这样吧。这么变态的小孩，我还是第一次见。保险都没开，小欧啊。手放这儿，这样。你不开枪，我都看不起你。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什么？很贵的哟，我可是酋长，多少钱都有，天天去管够。哦，要多少有多少，成交。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正义，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背后的那个人，真的是你。那次遇袭，我活了下来，但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国家的毒贩是杀不完的，贪婪让每一个人都成了魔鬼。既然这样，我来做那个最大的毒贩。整座山的罂粟都是我的，所以兄弟，分你一半。一半儿，我全都要。我要用我的方式，以毒制毒，用贩毒的钱，彻底拯救这个国家。我们这片土地，贫困，蛮荒，除了种罂粟，什么也长不出来。人们都是迫不得已种罂粟维持生计。你认为他们还会愿意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吗？如果现在禁毒，不出三年，所有人饿死。现在好了，整个区域的毒品产业链由我来控制。毒品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出路，我为此隐忍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给这个……这么多年，累了吧？跟我走吧。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罗杰了。安娜，安娜，你知道我憎恨毒品，aren't you ashamed of yourself making such terrible law?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the spiral disasters from the law? Have you come to reason with Ram Pam Drex before the law publicly? Has an agreement been?相信我，阿泰向您效忠。可是这么大的心动，我们三个班人怎么搞？三个班人？安娜算一个，你算一个，小哈曼算一个，我算半个。哎，对了，你的那些特种兵呢？全被他干掉了。哎，你讹人是吗？我根本没下杀手。都是自己人！既然我选择坐上这个位置，就要亲手拯救这个国家。我宣布，毒品种植合法化法案永不生效。
所有道路把他们给我堵死！黑他不是看不见我们吗？他的狙击镜有射程效。安娜，别撑了，你这样撑不了多久。让你滚！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们了吗？没错，但是等烟火棒烧完了，我们还是得死。那咋办？你还有几个？最后一个，那不是死定了吗？是啊，那我们就死呗。罗杰，结束了。